OMG, time flies pretty fast. Mom told me no one's ever lasting. 5-4 breeze, that's part of the nest. Let's first start straight away. I don't wanna waste my time to win. I don't wanna trade faces for no one. That helps my eyes shut down. For I realize I'm a real man. I don't wanna. No, I don't want it. No, no. All I want is leave up life. Cause we never know. Life's too short to be taken for granted. Funny how it all looks different. The guy used to the snow no more. I see everyone so distant. Pretending to be fine alone. Well, I'm fine to be. Should I get that? I'll是我在哥本哈根某一天的早餐，然后去了一个咖啡厅，然后就画了一个这样的草稿。然后我就在剪哥本哈根的 vlog 的时候，剪到第三集，剪到去这个咖啡厅的画面，然后我就突然间觉得哇，真的好美。然后在那边发生的事情，然后在那边吃可颂啊，然后在那边画画，就好，一切都好像梦一样。然后刚好我最近做的梦也都栩栩如生，真的就是我还梦到我养猫，超夸张。就是我甚至连我参加任何活动，都要先安置那只猫，诸如此类，就是那个细节很 detail， 你知道吗？我就觉得我最近的梦就是有点真实，所以我就觉得，然后反映到我真实的一些回忆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回忆如梦，所以我就突然间，你知道剪片剪到一半，突然间就觉得，等一下，我觉得我想要把我现在就是这个场景、这个草稿画成一幅画，所以我就突然间就起身，噔噔噔噔，然后就过来马上构图，然后这好像是第二天还第三天吧，就基本上就已经进度飞快。上周我跟我朋友去台南天空庙附近吃饭的时候，我就开车开车，然后就突然间发现，哎。马黑家有开，因为马黑家就是一间台南的红茶店，但是基本上我去了四五次左右，我从来没有遇见他有开过。就是我后来有问老板娘，她说他们公休是礼拜天，但是会有不定休，然后不定休你要看他们的 Facebook 上怎么写，所以大家就是去之前可以先 check 一下 Facebook， 因为我几乎每一次都不是礼拜天去，但从来没有遇过他开。我就在 Instagram 上发了，哦，我买到马黑家了，终于，然后好好喝、哦、这样。然后呢，我的 Instagram 就开始有很多朋友，他们就是可能来台南玩，或者是他们住台南的台南人，然后他们就是跟我说，哎，马黑家你必点的是某个茶，什么某某茶。跟你说，不止一个人，就是第一个人说。我就想说，哦，真的很好喝，果然喝对了这样。然后第二个人就想说，嗯，对对对，这间真的很好喝，而且真的很难就是遇到。第三个人说，而且每个人推荐的都不一样，突然间觉得好像有点厉害。我喝的是红乌龙，他说是乌龙的茶叶，但是喝起来很像红茶，我觉得喝起来真的蛮像红茶的。然后我喝的是无糖，我给我男友买的是乌巴红茶，它是就是 from 斯里兰卡，然后我是买鲜奶茶，然后也是无糖的，不过要等他回来才能喝喝看好不好喝。对，总之我喝红茶，我觉得非常好喝，就是他有说他们家的茶香是比较浓的那种，所以如果不是喝台湾茶的话，你可能会觉得有点涩。因为我问老板娘，我就不知道点什么，我就问老板娘，然后他就跟我说，如果不是台湾茶会有点涩，所以你是怕涩，但是你又想喝无糖的人就可以点台湾茶，就是他后面就会有挂号是台湾产的。对，所以我就点了红乌龙茶，我觉得很好喝。
会在不同的店上。有热巴黎，你去巴黎有热巴黎吗？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去东京，我们去东京路。来了内围，这是什么？内围艺术中心。对，就像外面在下雨。我要拍照啊！我记得有一年台风季也是，哇！我一直要拍照，可是它就一直下雨。多久没有来摩天轮？不是摩天轮游乐园。第一站先来摩天轮，因为有人不敢搭，什么都不敢搭。我以为今天会下大雨，我还穿得这样的，没有问题。准备要下大雨的样子，没有问题啊。就今天天气还不错。出来了，然后就来嘉义找吃的。那你觉得刚刚那一间，你还想再吃？可以换别的，但是是好吃的。红酒两个。你这么喜欢延州啊？还是因为你喜欢台北的关系？对，台北。我想来外带巴伦斯卡。早安，今天早餐要来吃昨天在嘉义买的巴伦斯康。昨天在嘉义呢，突然间买完斯康就一阵大雨，所以完全没有机会就是拍任何影片，我们就逃之夭夭，赶快回家了。那个雨真的是走在路上会湿掉的那种，就全身湿掉那种，不合理。不过这司康看起来超好吃的，有那浓，超级推荐巴伦司康，很好吃。我觉得最好吃的应该是这个太妃糖吧，里面还有那个盐之花太妃糖，对。然后这个是花生的，然后这个是那个红玉青柠，其实也蛮好吃的。我今天想吃这个珍珠糖抹茶。等等，他说要把这个司康破半烤，但有够难破半的哎！哎，司康现在很硬。等一下，今天用这个双色的杯子，这个是我在日本买的，叫 Amabro 吗？不太会念，但是它基本上就是。它这个系列叫他们的双色系列，它就是有两颜色，然后下面就是烟灰色搭配它的底部的烟灰色，这个超好看的。今天早餐，因为我不吃那个午餐，所以我刚刚又烤了一个太妃糖海盐。对，
在英国他们都是这样把它破半，然后把它烤热之后，就把这个那个司康像饼干一样端上来给你。嗯，好期待哦！如果你是去巴伦司康的店里面吃的话，他们是会加鲜奶油，然后这样上下夹着给你。嗯，应该来研究一下怎么自己做那个鲜奶油。It's an awful house, and I wanted to get you out. I'm working on a plan right now. 还有这个是陈维佳合作的。哦，这仙女红茶冰淇淋也是。对，台南仙女红茶，但是我们家要喝这个。我们是不是还要点甜点？他会来送的。你说甜点会送来？对。是我点哦，它是热的耶。有啊，它不是写热的。我以为它是冰的。对啊，它写热的。真的吗？对。我一直很想要在家里学怎么做这个蜂巢。其实我做过，然后差点炸了家里，因为还要加小苏打。这个是什么仙女红茶吗？不是漂浮冰，是漂浮冰咖啡。对，它是用什么纯剂的咖啡哦？新波哦，新波是我的蜂巢。好喝吗？你觉得我要搅？哎，它不是汤匙哎。你觉得我要搅？就把它捞起来吃。这样很奇怪吧？很像焦糖，它就是焦糖。焦糖。
口味的冰淇淋，蛮好吃的，就是还蛮搭的。蛮好吃。你说这个吗？它就是不会太甜。它这个杯子应该是那个 HMMM。啊，那外面会买。对，我之前本来很想买他们的那个琥珀的杯子。这是台湾的，好像是哎。你点这个很像生态球哎，真的很酷，超酷哎！这要怎么吃啊？直接吃哎。怎么样？它是抹茶蛋糕是不是？抹茶巧克力的样子。哦，抹茶巧克力哦。哦哦，它中间也是抹茶哎，吃吧吃吧，小心。好吃吗？好吃。好吃哦。哎，没事。哎，是啦。感觉很好。Oh, nothing feels the same without you now. I've waited for it.但表皮很脆，脆橘。我刚才脆橘算好吧。伯爵司康，你觉得伯爵？我觉得伯爵挺有味道。嗯，不错。嗯，快来思考一下下一个要做的口味。等一下。嗯。等一下嘛。算了。嗯，我觉得新鲜现烤的好像比较好吃。昨天比较好吃。嗯嗯，今天有点干掉。可以